喂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。熊猫今天来到了 MOA 第三天，我还有声音哦。这是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QCD， 好，大家先看一下，刚才我们有看到它的 mark QCD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写的特别清楚，超复合材料的科技全方位解决方案。我们看到超复合，超复合，不是那个超复合啦，不是它，好不好？是超复合。那再看到 熊猫手上这个盔，有没有看到它真的是？密密冒冒啦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弹孔，这个是真的，他们有拿去做打击，是什么打击呢？这是使用 7.62 打进去的，它完全没有穿破，完全没有穿破哦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项目而已哦。其实他们最主要是使用他们，这其实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技术层面，这是一块防弹布，也就是等于是利用像 Kovlon， 但是它又比 Kovlon 更好。它可以耐水哦，因为被晒的它也不会变质哦，一样它有相同的缠绕能力，能够把子弹给拦下来，然后因而可以制作出像这种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啊，很轻啊，敲起来像木板一样啊，但是它是里面先利用这一种防弹布之后，外面呢再使用特殊的涂层。特殊涂层是什么？相信大家如果你以前有看过外国有一个阿东啊，拿着一个喷枪喷黑黑的东西在鸡蛋啊，在货车上啊，拿枪打他，就是那个鬼玩意。然后在这边熊猫跟大家讲，有问过了这边的大哥，告诉你这台台湾做的啦，这真的是我们台湾做的。虽然说这样子的属于真枪使用的防护的东西，老实讲，有些生存玩家会说，这个我可能用不到。但是在这边告诉各位，在 MOA 也能够看到我们台湾厂商的科技的力量。啊，它当然不止有像这一种的防弹的防弹布，还有像这种做出来复合型，这真的是复合型的抗弹板，好轻，就这么轻，它能够挡到什么？大家都能够挡到什么？那个三 A 等级九 mm 点44麦格伦都可以，打不过。这边有他有测试过的，这有警方测试过的照片，用警方的九 mm 打的，对 ，PBQ 现行的那个枪，真的打38，你帮我拿一下，这个好轻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很明显，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使用他们的特殊的这一种防弹布，然后外面再做一个 coating， 而且最妙的是大家看我做。它是软的，这么软，然后它居然能够挡到3A 的等级，然后甚至据他们其实可以做不同的制程，能够把这个抗弹系数会往上提升。当然啦，未来大家会看到他们其实实际上来说，这可以拍 ，Kimo 也可以讲，他们未来呢会针对一些单位，他们会做像这一种的抗弹板的西型具，像这样子。增加了不管是警方单位或者是军方单位的一个防护力，真正啦，咱台湾的枪枪实在有够厉害，而且这也是来自我们高雄的厂商。不过啊，除了这个这么厉害的防弹的材料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看到的这个防切割布，防切割布没有什么好厉害的，最厉害是什么？它防穿刺，它防穿刺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跟你做给大家看，来。这一支这支真金的啦，好不好？这支真金的，好不好？做来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尖端，听说都吃到钝了，原本是很利的，吃到钝了。我就直接拿来直接戳。这是一样，第一一定是有防割的作用，好不好？防割的作用。好，这他家的刀子 ，QMO 自己有自己的 leader man 可以了吧？来，有没有？他就是没有。然后我们来拉开看，靠背啊，就是不会开。然后再来，这支戳会断掉啦，我们用这一支刺刀，好不好 ？M9 刺刀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太酷了！你看后面，后面也没有过哎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看，没事，哇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来，好的，所以呢。这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厂商全程 QCD 所做出来的，真的很强的复合性材料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啦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，QMO 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对啊，
我们台湾的厂商做出那么强的技术，甚至我看到国外的影片，结果发觉是我们台湾人做的。哦，你这个真的让我很激动。不过当然啦，他们目前来说，他们供应的都不是一般的民众，都是比较特殊的单位在需求。那当然，未来呢，是不是他们可能会针对民间来做出防护器具，增添民众的防护力？哦，那当然大家拭目以待。哦，当然未来呢 ，QMO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真的会想说，哎，找他们的东西拿去打实弹看看，哦，真实的测试。而他们这边也有看到，而真实来看呢，他们散弹也是打过。这都是没有穿透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都是整个拦下来的。哦，这打在前面、后面拢无鬼，这九米嘛。点四是麦格伦。点四是麦格伦，这大量的一种的对啦。哇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啦，大家，我们看到 MOA 属于我们玩具厂商，把带到的技术力、创造力都有出来，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台湾自己的厂商呢，来这边也展出属于我们自己。哦，更高等级防护力的技术力。好啦，QMO今天就说到这里喽。好。